好。是啥？口哨糖，口哨糖是哪个？往右一点，往右一点，往右一点，往右，往右，往右，再往前一点，往前，往前。啊嘿。对，往前一点，张嘴，在你耳朵边上，耳朵。哪个耳朵？左耳朵，左耳朵。哎，你撞到了，撞到了。像是右耳朵。哎，到了，到了，舔到了。哎，看一下，就这个。走，往左一点，往左一点，往左一点，然后直接往前走。往前走，好，慢一点，我们现在要拐弯了。右拐，拐了又拐了。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。抓紧时间。左转。八分钟。好，再往前，然后右，前，前，冲，直接冲，直接冲，冲，张宇冲，暂停。再往前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再往前冲两步，右，再往右，我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开了，走，出发，走，冲，往前，往左打，往左打，往右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再往左转，往左转，停，往前走，该上坡了。直走，你不要换那个角度。好，停，我们现在该下了。好，直走，快！还没有来了，姐，你一定要指挥好，你指挥的好，我就不会让你撞箱子，知道吧？放心。走，慢点。哦，小心点。哦。冲，往前冲。对，就这个角度，别动了，往左转一点点，再往左转一点点，哎，停。走，好，走，走了，走，走了，嗯，进，哎，走了，来，我没事，走了，冲，来，左一点，走，右一点，走，哎，撞吧，走，撞了没事了啊，走，撞。全撞倒了，那直接一咕噜全撞了得了。撞，走。打雷了吗？什么声音啊？我都怕了。那个环节是过障碍，不是撞墙。怎么轰隆隆的呀？往前。慢点，别撞到我们了。哎呦我的天！往前。全倒了。小八，你要干嘛？你没事吗，姐？没事，走。姐，你没事吗？没事，没事就行了。没事，走。这里。我退一步，倒车，往左一点，走，冲，走。哎，等一下啊！啊，拿到了。OK， 转，冲！啊！转一点点，冲吗？冲！平移，往哪边平移？右平移。他们把球都撞飞了。球，捡球，球全部掉。球在哪儿？右转。我车！哎，车！谁管我笛子呀？管我要吗？张安琪，你人？得亏我们跟过来了。人往前，进去！快！倒计时，3、2、1。耽误时间太长了。去哪儿啊？又回去了。嗯呐。哎，你看周克宇拖着沈月真的像超市里面拖着超市里订货的。等我70、80岁的时候，然后雇一个小伙子来给我推轮椅。你真行。小八给我做的雨伞你们没有吧？
说有咱就有。好，好，来。谢谢哥。别放弃，我们好不容易都到这里了，先给我拿一瓶月仙果补充一下营养。给你安排上。嗯，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游戏玩家的厉害，有月仙果为我加油，肯定能鲜活应对各种挑战。走吧，走了。我觉得我们都要换位。那我们投篮？我们玩第二个。我们第一个吃东西去吧。 OK， 行，好。哎，啊哈，左，他没戴眼罩，没戴眼罩，你放心，没戴，你给我住住。你以为他是闭着眼在搞你是吗？对啊。站起，站起，救救我，张延奇，怎么了？垮了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？嗯。行，你为什么自己突然走了呀？我哪知道呢，他滑了。张延奇快点，救救我，张延奇， 我到跌沟里了。子弹时间。为什么突然自己走了？我哪知道呢，好累，我真的好累。你那么玩，你不累谁累？大哥，该我推你了。有啊有啊，不是，我真的是想置敌于死地。我的天哪，杨迪这个太吓人了。张延奇，张延奇，只有最后一轮机会了。你怕吗？我倒不怕，我感觉我像了一个绞刑架。这是综艺狂徒最后的谢幕。他刚刚怎么推我的？这个综艺狂徒，我说实话，我在里面都不敢坐着，我随时保持着一个可以跳车的那种。你碰到的是综艺恶魔。啊啊啊！好吓人，真的好吓人！哇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！家人们，谁懂啊？走吧，老妹儿。全场准备，给我个气球，给我个气球，快点啊。什么低头蹲下，你蹲下，好，就这儿。哦，走，往前。